然后再来这边，
然后左手慢慢的甩过来，右脚往后退一点点，像蹲，同时三四下点头，淡淡，他那个明显是凹耶耶那几下啊，然后慢慢的蹲下一点，在八个上再站起来，冲反方向也是还是凹耶耶耶那种，右手甩一下，但这个耶耶的头是左右动啊，这个不用先哪边跟自己舒服怎么来就行，动哒哒哒。OK， 然后最后第四八拍的六啊七的时候啊，右脚使劲往那边蹬一步，要很有力量。然后在八的时候，双手往上转圈，转到左上方，双手往前提，摁，左脚再往前出一点，整个步子再开大一点，啊，这是等着后边的动作，动动，这是进入这舞蹈了啊。前面第一段很简单，尝试配一下音乐。